我妈很年轻，我妈已经60岁了。我妈妈60，来妈妈给他们看一下。快点吧，你又不是第一次露脸，快点啦，快啦快啦，看一下，来啦，嗨，春美就是害羞。来不及上货车，我快笑死。哎，你这样说，我妈又啊，小卡车。白痴哦，叫我架起。放屁啦。哦你妹。我不理你啊。你要架自己架哦。我不管你。啊架都来不及哦。对啊，我妈要打炉石，她能打到18、17。然后、啊、他有一次打到17之后就不敢玩了，不过他现在没玩了啦。你现在有玩炉石吗？为什么？因为那很拼运气吗？啊，为什么不能走啊？哎，还没技巧可言，算了吧你。现在有新模式，对一般人比较友善，你要不要玩玩看？炉石现在有新的模式，听说比较友善。我怎么知道？我又没玩，这我不好说啊。在哪？啊，在哪？他现在他要干嘛？那我们要回去招呼他吗？他的声音哦，还是怎样？那所以怎么样？要带他去吃饭吗？哦，啊，那要炖个汤给他吗？根本故意加速了，是不是、啊？我妈应该是不会打。
没有，我上次有介绍你一个那个的游戏，你又不玩，叫什么？决战马奇哦。我那时候不是有跟你说过？给个秒数吧，让我知道差几秒。还不是炉石没有对手，是他被电得唧唧歪歪的，在那边拍桌踹椅。他也是跟我一样是个拍桌货，你知道吗？最好是你上次是不是拍桌？哎，我跟你说，我像谁？像我妈，什么都别问。就你火气最贪，就你火气最他娘的大了！拜托，为什么？好难哦！嗯，好像不行哦，好像要。就一直输哦，他上次好不容易赢到17，然后又开始又好几天不敢玩，然后好不容易敢玩呢，又掉回20，但他整个人都火起来了。那阵子我们家都有地震，你知道吗？都是他拍桌拍的。钱啊，等下个月吧。帮我出？不用，自己出就好。我跟他们说了啦，老师。有啊，我有做到，我已经发布消息了嘛。啊，看来就是弄不到了啦。啊，隔这么远秒。看，只有阿咪会硬好，另外一个波波都不张嘴。波波摸起来比阿咪轻，阿咪的骨头比较重。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波波摸起来比较轻，应该是波波只是那个毛比较多啦，啊，看起来胖。哎，妈妈，你看啊，波波在干嘛？没有，他想要塞进去，你赶快把他叫出来。他也不想看现在多胖，还想塞在里面。真的假的？好羡慕哦！我也有时空之门桌。这次也许有点机会哦。Yes。Yes. This is not the creed I swore to uphold. 怎样？Hold on, Anastasia. 怎样？Find the strength I know you have. 哦，I'm coming. 那应该是要带姑姑出去吃饭。哦，还好我今天地震。